好啦，又翻到斗门啦，今日我又会开始我嘅自驾游啦。我咧就谂住咧可以去南沙，然后咧就直接过深圳约老婆食饭。准备出发。好，出发。全程110公里，大概需要1小时43分。荔湾大桥啊，有个叫海道船餐厅喺附近喎。落去行下喎，一个 box 停车场。哦，你要五号就下来了。哦，叫 box 创意区，我而家就泊咗喺个 box 停车场嗰边。咁一阵如果有人攞车咧，我个车就会升咗上去噶啦。跟住导航嚟到。梗係要入嚟試下啦，海道船主題餐廳。啊，依間做海道船嘅餐廳食嘢啦。哇，啲餐咧兩至三人，我一個人要食曬。咁但係望過對面咧，就原來見到係珠海華發商都喎。珠海華發商都有兩個喎，一個咧就喺金灣區嘅，依個咧就係南平區嘅珠海華發商都，一間可以行過去睇下。同埋個230餐到咗，咁大兜裏邊點食？呢度送酸梅湯，99蚊。啊，離開海道船餐廳，我而家想過對面嘅華發商都。南平區的華發商都啦，呢度就係、是，又是一個好大的商場。下面仲有喎、啊。哎呀，真系俾人升咗上去啊！好啦，离开呢个 box 停车场啦。哦，等我下一站睇下去边先。已经到达咗广州南沙区啦。呢、这个应该是图书馆嚟噶，南沙图书馆，南沙新图书馆，呢度就系图书馆嘅入口啦。叫你哋快啲入去。哇！我谂我又嚟咗条食街啦。老长沙大香肠，哇！西华美食店啊，泡泡鱼亲子游泳 SPA 馆，好得意喎！大商業入口咪即係入萬達廣場咯。嗱，依度就係南沙嘅萬達廣場啦，冇廣州啊、江門嗰個咁大咯，長條型嘅。哇！依度有溜冰場啊。好，行完萬達廣場，又行完條食街，而家出翻嚟啦。咁而家咧，趁早咧，應該揸車去深圳。揾酒店住啦。全程4.6公里。第一次过虎门大桥啊，揸车竟然系落雨湿湿过虎门大桥。哇！我竟然喺珠海揸车揸到嚟深圳啊，又黑麻麻又落雨，不过都有惊无险，出车嚟到深圳啦 ，book 咗酒店房啦，佢可以下落去停车场。呢度有会议厅，先喺呢度上嚟，而家停车场就呢边上嚟。
佢呢度就大堂一五零七。